我叫王彦成，是旅法当代艺术家，在一种非量化的状态下去产生偶然的，一种事故的那种状态下偶然的生成的那种美，去寻求我情感的显现。比诺先生呢，屡次到我的工作室，他看到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把生命注入到绘画当中去，一个追求艺术的灵魂的艺术家的真实的一个自我的再现。那么我这个作品呢，就像中国文化里头渗透出来的，可以三教合一。在这个欧洲生活30多年以后，它有一个自然的宿主变异、磨合、生长这么一个过程。